Hello。哎，你也是 UP 主吗？算是，哎，他是那个 AK 那个哦。我就看着我感觉好像有点眼熟。很高兴认识你，对吧？我叫 Alan。我也做一点说唱的内容，我都看，但主要还是跟你学习。别人那些虚的行吗？哎，兄弟，哎，你是 NYU 的对吧？对，我是 NYU 的。这是你看这里啊？这不是已经下课了吗？我要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明天录制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的一个流程。当然利息过大，我你可以不用。对，利息过大也可以。这么厉害的吗？好猛啊！这么厉害的。就我们可以尝试一下。他们说如果这个雨太大了的话可能得要么延期要么改天，但是追你们的两位都是我们的冲关王，他会抓最后的两位，抓到以后他会跟你一起回雨镜。他是速度快，不一定是真的就抱住我反抗跑出去了就没事了。其实你话真的挺多，我希望你可以登顶成功。我们 UP 主他说他练柔术的，可以和他打架搏斗。那这样，那你断后，你来搞定他。所以如果把守卫干下去了我们就没有危险了。对啊，不是你把守卫干下去了，你在比赛中没有危险，但是比赛结束我们就不行。因为听说他们晚上是去散打队练他晚上加油。我现在腿已经软了，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勇士已经出发了。哇，我稳住，可以拉开了距离，不要着急。哇，来，谢谢。好强啊！八十人。艾伦好像是第一吧？艾伦不知道，艾伦是第一。他看着像是第一。艾伦赢了。一号艾伦。要不要救救？帅了我一脚。